彬奕饰演电影《角头二：王者再起》反派的坏坏一角，相当狡猾的演技深受不少粉丝喜爱。引人注意的是，他与同为演员的杨桐华交往多年，感情相当稳定的两人日前也被周刊直击疑似同居中。而28日，古彬就在社群惊喜晒出超音波照，并写下等你好久，谢谢你，欢迎你。贴文一出，也吸引不少粉丝纷纷留言直呼太恭喜了啦。此外，根据报道指出，古彬原本预计在5月与女友生日当天向她求婚，却没想到在4月底就发现女友已经怀孕了，而两人也决定要在9月古彬生日当天去登记结婚呢。消息一出，让许多网友都兴奋表示，真的太替两位开心了啦。Bye.